人的家。你去碰到我，再碰到我，过去我没有见过你，你没见过我，这样的机会不太多，只能算巧合，只能算巧合，凑巧相遇在一起，相聚只一个。我看你，你看我，相对默默不话说。偶然间，这一刻，转眼就流过。是否还能再见？是否还能再见？谁都不敢说，谁都不敢说。